好，同时间我们还要来看到的是，现在侯友宜呢，他确定搭档的就是中广董事长赵少康。传出赵少康就跟主持的节目请假了50天。好，现在桃园市议员呢、黄琼慧，他就在这个自己的脸书上面 po 出了，他说：“哎，赵少康只跟节目请假50天，是不是连自己也觉得选不上，只是过个场而已呢？”好，不过实际上赵少康现在讲了，他的节目通通都停了。那同时还有就是说要不要请辞的问题，赵少康也讲了，他不会辞中广董事长，当选之后就会辞，但因为现在是候选人，所以他还没有打算要辞职。